胖丫，看看这多少钱？我给你算算啊。哦，一共21块钱，那一块钱就算了。哎，胖丫，你这说的叫什么话？我是差这1块钱的人吗？哎，哎呦，不是二狗子，给你便宜1块钱，下回你多照顾我生意嘛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是小本生意不容易，我不能占你这1块钱便宜。哎，你说的啥话？二狗子，钱来了啊，拿着拿着拿着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占你这1块钱便宜，你做小买卖不容易，今天必须给你。哎呀，行吧行吧，你等着啊。什么呀？哎，要不这瓶饮料拿着喝去，拿着，要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哎呀，这样不好吧？哎呀，有啥不好的？你就拿着，一会儿路上渴了喝。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。行，我走了啊。